长辈都说为你好，亲情逼迫如何招架？结婚之后呢，没多久就外遇了。他妈妈就跟他说，你就忍忍啊，还要忍。男人玩了一圈，终究最后会回来。最后是男的提离婚哦。有一天我在念小孩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讲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吗？这老婆也是这种妈妈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